这个位置啊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可能第一人称到这很困难哦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嘞？什么东西 ？OK， 好了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每天不定时的发配你的直播。那想要继续看我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系列的，可以订阅一下，打开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欧卡送货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